欢迎收看《花纹的日记》。我们去平溪老街，一开始到的时候去小吃店吃面，唱不微笑，他们嘴不好啊，他们一堆臭脸，不知道什么。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去吃香肠，但等太久，曼什么时候戴眼镜？这边有戴眼镜。Is， 他衣服上面有写字。40 minutes later， 好久，我不想排啊。这个香肠要等很久。香肠好了，你想吃吗？不想。为什么排队等很久？妈妈有墨镜。后来我们走到平溪火车站，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搭火车。为什么要搭？为什么不搭？太可恶了。后来9998不到快9998，我们就往哪里去看地球。我走到北方，最后到了瑞芳车站。瑞芳 station， 去瑞芳老街吧。他们现在在爱玉店，在爱玉店旁边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走进火车站旁的地下道，没路人，近视了，还有我们的图案。The big station, the place, and the place。我们走进火车站旁的地下道。The big station, and the place, and the place。吃完爱玉后啊，不是爱玉，是其他。我们尿完尿，轰咚，咻咻咻，逛老街买饮料。真有道。这地方感觉不错，很近似。我在瑞芳车站搭火车到台北，就漫不微笑。逛完台北车站，我们坐捷运回家。台北车站月台二，台北车站，请勿靠近车门。让我回到我们家了。进广告。彩蛋有骨牌魔术和其他原优惠。A day in the colorful egg operation。60元，提示迷你宝，难吃死了。即使宝95元，吃的会变笨。蔬菜骑士堡 New 最难吃，会变最笨。超值加人号，里面有百事堡、薯条、可乐可换、咖啡、雪碧、方达。小猪汉堡。是一个纯尖头，吃了会变笨，比得多，比得多，比得多 ，It all right reserved， 比得多，门市第048家，此刻 ，Here come the army， 比得多，都那只剩这里。求服装线0623023611假的电话。是 S 美食街 ，Which I get the powder in my green news on my 信息上 coming soon。可口可可整修中，是山寨店哦。可可标志不讲话的。
Beagles 到了大乙星吧。M. McDonald's 您平安盈盈。Stick by the dress, reach fairyland. Here comes the doom, the enormous doom. Luna is flown off the server, listen so quick, get the ticks. Fairyland, lucky tick. 去淡水。2023 306推出外传，有小白兔之死，野外传眼镜的1-89字，第三集 VOL3 HGY 去淡水，感觉很好玩。 Skin Sunburn Back Deep Talk VDGYYV 这什么鬼啊。Snake， 这里面有洋芋片，然后是麦当劳薯条，然后是汉堡。这是 Mr. Wish， 我喜欢喝 Mr. Wish， 我有喝过，我虽然忘记他卖什么，但是很好喝。即将推出去黄金博物馆传记 ，The Golden Museum Legend。请大家收看哦。你有养小兔兔吗？高脚单鹿手兜兜大班，这个是什么？你兔兔有什么症状？你兔兔几年出生？其他或2018年了。有强迫症吗？有事吗？有近视吗？其他你觉得呢？我只有强迫症耶。对啊。那小兔兔，你要知道有没有掉牙齿？如果我不知道有没有牙齿。欢迎来到故事列车，你只要搭这班车就可以听到精彩的小故事。这是铁路台湾铁路局的票，这个12年3月8日，限120元，然后台北到屏东，因为限当日有效。欢迎收听 Harry 的幻想故事。有天下雨，有个男孩进去一个洞穴，里面有宝藏，他打开光很亮，他伸头去看，结果丢下去了。他到个草地，结果看到很多只小鸟在上面玩，结果他看到地板，看到地板什么，我还没写作完。故事结局，敬请期待。广告时间。Oh my god! YouTube 搜寻 OMG 这种 B 15万次，5年前13万次订阅。兔兔频道大兔子大玩具15万次，2年前13万次订阅。兔兔频道大兔子死亡15万次，2年前13万次订阅。兔频道丑字哦。这个是兔人，My heart is beat to death， 三个哭脸 video， 8年前观看次数23万订阅，这个频道 lucky 人林大四 ，stay one thing stay story。三颗星星，反转区，杨昭姐观看次数33次，订阅林大四的很恐怖，林大四的也很难看，兔兔频道比较好看，但兔兔频道也很难看。高景山幼幼班1年级使用1、2、3、4、5、6份2号套餐。二号套餐比较难吃，因为这个爆米花是呕吐口味的。3号套餐很好吃，可以有爆米花，这爆米花比较口味比较好吃。
可乐果每人盛两包，不二家包装牛奶糖每人盛两包，可口可乐每人盛四瓶，雪碧每人盛十二瓶，永生牛奶糖哦，生永牛奶糖每人盛十盒，太多了吧。我最喜欢三号套餐，请大家记得去高景山买。T20，这很多怪物的世界，这怪物讲不同的语言，这很多头混乱，这里面有怪物火车在里面，他住在那个星球上，他们是笨蛋。这里是很多妖怪，他们是打架中，他们也是笨蛋。然后这个19号妖怪长得很多肌肉，还长在他的头上，然后他现在也在打架。然后那里面有很多怪物，有些怪物很弱，他们被打死了。以上不是敬请期待。